OK，我的观众这边提供了给我拉普拉斯三卡，要来通关哈迪婆婆的地狱级啦。来，那我们现在赶快来看一下拉普拉斯三卡要怎么通关这个地狱级哦。第一回合就消满版哦，对，而且重点是他拔卡哦，拔得很极致啊，只在另外多带了一张优子。对，而且带着这张优子，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吃到队长技的倍率的。他是来辅助队长的，好，这样处理掉左边啊，留右边洗技能。哎，对，他幻象就可以回避嘛。好，这边就是留下来洗技能，优子跳先开，哎，直接开下去，所以没有要洗了，是不是？好，这边有满版。好，来，接着第二关，图集。好，这边燃烧三个位置，有没有办法再消一个满版出来嘞？哎，看起来是有这个冲动，可是做得到吗？哎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有，有，有，满版，满版。哎，没有打到25%哦，这边没有打到25%。哦，好，这样子手消了四康，好，然后靠着减伤挡一下。好，一样消四康哦。哎，这边后面都有打到25%了啦。那这一回合如果再有打到，最后就是要再花一回合把第一回合没打到的25%清掉。好，OK，这边就把第二关带走啦。来，接着第三关哈，第三关浮石骗你，然后红绿灯，再加上说不能手消水。哦，这边用优子直接把右边的法眼炸掉了。对。都忘记可以靠直伤先把法眼处理掉了。好，这边不能手消水哦，手消水中间那只会反弹，还会伤害吸收，而且中间那只伤害是99999。好，这边要开炸了吗？炸水，然后就直接爆发这样子。好，没有，先一康。啊，开了啦，哪次不开，对不对？他一定会按下去的啦，你看有没有？我就说，啊，这边炸水掉光，有满版，有，这个有。好，OK，这样子就满版了。哦，这边龙客也开下去了，是不是？OK。哦，这个一开始削得很熟练呢 很熟练。好，这边有刻意在留珠，是不是？好，OK，哦，这边打了91亿出去啊。好，来，接着这边没有解锁哦，又是盲转！哎，天哪，我遇到的观众怎么都这么厉害？这整版问号都可以盲转的。好，这边就靠着减伤，慢慢把5回合磨过去哈。好，再一回合，再一回合。哦，他这样不知不觉其实也消得蛮干净的，只剩下4个问号而已。好，这边优子关，然后再开。哦，转幻象吗？要先躲一回合，是不是？
好，这边有满版拉到哈。好，那他看能不能续命，继续烧到满版。哎，好，有，最后有硬是拉回来。OK， 来接着这边减伤34%。好，先消一回合，躲一下。好，那这边要怎么处理木珠？只剩下两颗，要再观开优子一次吗？还是直接拉普炸掉？好，这边要开拉普哈，炸木掉火。好，有，这边有满版。OK。好，这边送了23亿出去。来，接着第五关电击，然后燃烧鬼机。哦，好，这边先空格一回合出来，回避掉。好，接下来要直接开拉普了吗？这看起来只能炸加排版了。好 ，OK， 这边要选择开炸新吊木哦。嗯，这对，这样是有满版啦，可是这样只有三康，手消三，哎，然后乘以三变九 combo 这样子。好 ，OK， 左右两只带走，来接着中间这一只，现在是幻象啦，所以你全力转的话，满版伤害会出来吗？应该带不走。好，对，这边没带走哦，来回避。好，这边要再选择回避一次。OK。好，这边还要回避吗？好，要直接带走了。好 ，OK。下一关手消八组，哎，对，哎，他这样子都固定十康版面的，就算新珠两组扣掉，这样也是有八组啊。哎，对呢，都忘记这个拉普的优势了。好，不过现在是幻象，应该是带不走才对。好啊，然后这边有那个弱转无效，所以五鼠强又回来了，十组。好 ，OK。好，这边就送了25亿出去。来，然后接着强化无鼠哦。这边拉普如果有开招，就可以无视那个无鼠了。嗯，不过其实也有一个方法啦，这一回合回避掉，下一回合无鼠强就又会回来了。但是前提是你回避的这一回合也要手消满版才有。好，这边要直接开拉普了哈，排珠去。好，这边，哎、欸，没有消满版，没有消满版。好 ，OK， 无视无鼠过去哈，打了22亿。来，接着这一关，对，一开始是可以先回避啦。但是这样看起来很危险，会不会也是要用龙克来那个先拖住他？
对，因为这边有无视减伤哈。好，关开优子吗？对。好，那这样看起来是只能用龙克来回避了啦。好，没错哈，不是龙克来回避啦，延迟啦，反正就延迟住他啦。对，其实你龙克要带回避延迟，基本上都 OK。反正就是在王二，因为王二这边有无视减伤，又打四万。好，这边就先拖住他，然后场上有一颗落单的光珠，好讨厌啊！好，炸光掉水。嗯，这样是有满版啦、啊。对，但是这个水就很尴尬，到底要去哪？好，这样有办法过去吗？好 ，OK， 拉普三卡通关，感谢观众提供，也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